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2024年的第一场雪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要么就是手牵着手，很浪漫的走进雪里，要么就是在家里面烤火，要么就是在家里面看雪。而你们看看我，我出发大凉山，然后下大雪了，堵在这个高速路上，已经整整堵了4个小时了。我从周五就来的，一天没吃饭。为什么？你们可以告诉我吗？这是为什么？看到没有？前看不到头，后看不到尾，看到没有？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啊！这是为什么？来，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！啊！这是为什么呀？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我用沉默告诉你，我醉了酒，乌兰巴托的夜，那么静，那么静，连风都听不到，听不到。飘向天边的云，你慢些走。我用奔跑告诉你，我不会。